那个人本来要和他们撞两个。来来。来。两边。哎，有人？我有人吗？嗯，我是没有的。等会儿，我想在哪儿呢？再一个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操！捡他包，捡他包。好几个吗？啊，好几个人机吗？是好几个人机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应该是人机。我觉得，哎，有啥？对面还有人呢，过去干他们，过去。我打个药。开下来了。走吧。走。就过去莽了吧，把他。我直接听他脸上。伏地魔，我靠！伏地魔吧，在树旁边。厕所，厕所。没了。我的妈呀！什么东西？救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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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上面有人。丢个雷。哎呀，丢外面去了！哎呀，咋炸我了呢？小仙，那个人在上面爬呢，还没倒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。我得了，哎，下面，真的是顶峰，大惨，没有，小软没了，哎，这波我水了，要不然，人家是个板边是不？揍他，给我的脚。哎，又来车了，脸上。可以倒了一个。两队冲个鬼，妈冲过去被两队锤，这谁顶得住？先给他阴一个。又来车了。
看错了，原来是一朵小黄花。不知道几个人，在你围墙边呢，草的，你正前方就有人。哎呀，我操！哇，这个伏地魔。还有一个。当幻影坦克。你回来，我拉你去。进海景房了。死了！有人在跑，275。对，那个房区有人，一二房区。是麦田那个吧？没有没有，房区的到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麦田还有一只，是个大餐。没事，跟他对吧，慢慢来。对吧？我大狙，我靠，对死他！我跟你说，心态崩了，他们。对对对。嗯，这儿应该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嗯，我知道，他待会儿肯定是摸到那个树那里，不然他没掩体了。不是圈，哎，这有辆车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抓过来了。哇！这一堆，来，走，上车。这不用待了，倒是，哎，再跑，再跑，再跑，房区有人啊，几个？房区有人，跑到空投这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走。空投，对，体验在那里。不行，我们只能去这个小斜坡，只能在这个小斜坡。OK OK， 中间那个地方就有人。嗯。开车了，还要转房区了。嗯，那转呗。直接补了。独立倒一个。独立倒一个。你独外就说明还有了。对。我先去，我们先把这个打死再说。那个石墩子后边，你往右边拉吧，左边我架着了。哎，倒的，淘汰的，这倒的，我打这个是倒的，最后一个在防区呢。嗯，我知道，走。最后一个在防区。他妈，这个人居然是他队友，我服了。他们都不在一块走的，神奇哟！我炸死你！我炸死你！炸死你！我
炸死你！我炸死你！烫死你！我卡死你！我烟雾弹！来了，这个人扔雷了！这个人扔了个雷！烟雾弹卡死你！他被烧了，他被烧着了，他被烧着了，他。我操！我操！你给我的 kill kill！ 哇！还敢扔雷！我靠！